吃什么呢？吃什么呀？河边都还没吃呢。到哪个吃哪个，等一下吧，我这会儿的话估计还没时间吃饭，我还要问一下 Coco。不是，我主要是这会我不知道吃什么。
个姑娘了。没关系，过期就过期了吧，别送了。
脚，所以那个水蒸气一直在往上冒哈，你们不要误会，你们不要误会哈，不是这回在泡脚。没有，我这个是水蒸气。对，在泡脚。哎，姑娘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变嫩了？关了，然后我去拿，好吧。
快点把外卖关了，然后我下去拿外卖。我在哪里？我在酒店啊，怎么可能会有机器人？确实是显小。外卖在哪里？外卖，他说在柜子里。好，完了，借你手机扫一下，我那个手机没带。我要534，谢谢。534就是手机尾号啊。帅哥在拿外卖。小光那边捡的，全爆了。0591拐动拐动拐拐动。我没有长肉啊，我瘦了，我瘦了好多，只是这个角度而已，只是这个角度显胖而已。小峰，因为老徐剪头发，300-500吧，剪个头发300-500吧，情况不一样。这个海滨口 location， 广州啊。刚刚有个电话，我先看一下。
深了。好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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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受了。等会儿下了直播再聊。给我吃热了。我肯定对他有印象，但我就是死活想不起来。你等会儿，应该是很早以前这个小姐姐看过我直播，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人我是认识的，但我就是突然间想不起来。哎呀，这脱了有点热，穿的又有点冷啊，不是，脱了有点冷，穿的又有点热。老了，这件不好推。我呀，没关系，等会就认识了。蓝袍海滨岛啊，等我私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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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呀，这么说是吧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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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毕竟老徐年纪大了嘛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，毕竟这么大年纪的人。现在会说粤语了。我广东话会讲一少少，那毕竟你见过三十岁的小奶狗吗？
经有像我这么深邃的。有帅的只是没有那么红，许凯不红啊，许凯不也是广东人，王嘉尔不也是广东人，他俩不红啊，你跟他说啥了？我只是说广东人眼睛很少有长得像我这样的这么深邃的。不要以为说我真的是台湾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台湾人哈。我不是台湾人，你们不要乱讲好吗？我要下了，我要跟构成还有老铁喝酒去了。成川，我带你们去酒吧长见识。